方式去做决定。是的。那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要需要这个下一次？早上的起床时间、发时间、起床时间、飞机座位，就有时候就是也是稍微就是互相替换一下之类的。对，比如说今天刘宇贵生日，我想送他我的骰子，他不接受。他骰子比我小，他跟我换早上妆发时间，我不愿意，当然就开玩笑了吧。接受，你们就是前一天来决定好是？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大家真的都能起得来吗？起不来啊，当然要起来啊，专业的。那得分人，你这个问题分一个一个人问。